你不要再害他了，小妍。小妍，你一定要记住，就算他华天琪再对你有感觉，他爱的那个人叫方逸飞，不会是你穆小妍。要是你要让他再次爱上方逸飞，那你就是在害他。 你醒醒，穆小妍，醒醒！你还记得我们曾经也度过这样充实的一天吗？所以说你恢复记忆了，把什么都记起来了。你不是这个世界的人，有一天你会消失，你会离开，所有对那个人的想象都是不切实际的，都要断绝。 你又跟谁出去喝酒了？跟我自己啊，你知道吗？一个人喝酒真的好无聊，所以我就找你来了。我干嘛老是在那边瞎操心啊？老是担心逸飞跟天启的感情不顺利。不过你看，他们都分手了。 还是像情人一样，而我也老是在担心逸飞跟妈妈的关系不好。但是在妈妈心里，逸飞永远都是最能干的。可是我看舒怡，她向来最疼爱的人应该是你啊，不管什么活她都不肯让你插手，你应该乐得轻松才对啊。 可是我也想得到别人的肯定啊，但是我觉得不管我做了什么，就是没有人会认同我，没有人会爱我。不过，也许老天爷同情我，可怜我，才会派给我一个老实。 那个老师无趣的人应该不是说我吧？是家伟。现在就只有他了解我。不管我做了什么，就是没有人会认同我，没有人会爱我。叶轩，你简直就是一个小傻瓜，怎么可能会没有人在乎你、爱你呢？ 不过，也许是老天爷同情我，可怜我，才会派给我一个老实，但是有点无趣的人来陪我。
拿，冰拿。这书还不错，但是对于你增加把妹经验一点帮助也没有。把妹？什么把妹啊？我可是听说你最近不是忙着追大美女吗？照理说，看些什么恋爱指南呢，不然就是情书100招才比较有用吧？你说在这个上头还有什么好用功的？ 好了，别跟我装糊涂了。你敢发誓说你对方逸轩就没有半点意思吗？你不是想要追他吗？怎么，我这一生没跟你报备，你不高兴啊？不会啊，你们这对天作之合到现在才合拍，我还嫌太晚了呢。不过你能不能让我知道一下，你哪来的灵感突然对方逸轩感兴趣啊？ 啊，我明白你在想什么了。你是不是终于发现逸轩他长得还不赖，跟你的外表又很登对，带出去很有面子是吧？不是因为他长得漂亮，那不然就是你们两个门当户对了。这个也不重要。搞了半天，原来你这人喜欢被虐啊，尤其喜欢被方逸轩那种个性又冲又呛，公主病上身时谁都招架不住的女人虐。 没想到你这种拘谨老实的有为青年会好这口。哎，不是，这真的全都不是，你知道吗？我对他，就是有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还真的有感觉啊。他虽然是富家千金，可是待人真诚、不做作、单纯、善良。虽然他有时候有一些大小姐脾气，但是风风火火之后。 就像没事儿一样，所以逸轩真的很讨人喜欢。我还真是没看出来，果然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啊！我们白嘉伟也可以列入情圣等级了。如果你能保持这样的深情表现，一直到世界末日，我敢向你保证，方逸轩他早晚会被你征服的。是吗？ 但你却约过我好几次，我跟他一起出去，总是有一些距离感，不像你跟他在一起那么的随意自然。我跟他之间完全就是兄弟的关系啊，因为彼此太熟悉了，所以外人总把我们的随便当随意。可你们不一样，要当男女朋友的话，我也是点浪漫幻想，彼此保持距离才会有朦胧美啊。 朦胧美，哎哎，你说这方面你可是专家，你必须指点我一下。每一个女人的内心深处都住着一个小女孩，你知道吧？方逸轩呢，在这方面又表现得尤为明显。他心里住着的根本就是梦幻少女。梦幻少女？嗯，逸轩从小到大那么多童话故事书可不是白看的。他曾经跟我说过。 童话故事最后的结局总是王子向公主单膝下跪，亲吻公主的手背。这么做虽然蛮老土的，可逸轩就是觉得这样的男人超级绅士，超级有男人味啊。所以以后要是有哪个男人能够像这样跟他表白的话，他肯定会感动到无法拒绝吧。<笑>真坏，真的。 设计和品味哪是我教的，主要啊还是受到你们这些前辈们的耳濡目染。谢谢您愿意给他机会。社长，您这样子对他疼爱有加的，我先替逸飞谢谢您了。是，是，那是一定的。下次我就会去亲自去拜访您了。那我们下回见喽。 妈，是什么事让你那么开心啊？你们还记得创造杂志社的郑社长吗？上次你们不是一块儿接待他？一飞，郑社长对你印象非常深刻，他说你对于他们杂志社未来的方向还有风格
都十分的有见解。总而言之，他对于这次的见面可以说是印象深刻。这个是我应该做的事，幸好他人不难接触。哦，对了，他还说呢，这个月底他们公司主办了一个 party， 希望邀请你们姐妹俩一块儿参加。既然郑社长这么欣赏逸飞，要把他捧在天上，我觉得逸飞你就自己去好了。逸轩，没有你的 party 怎么能好玩呢？哎呦，你放心，他那么欣赏你，他肯定不会冷落你的，你去就好了，我不去。逸轩，这是在闹什么别扭啊？妈妈让你去见这些领导，不就是希望给你磨练的机会吗？人家社长给你面子，邀请你参加 party， 你不赶快好好把握机会去拓展自己的人脉，还在这耍大小姐脾气。好了嘛，逸轩，其实妈也不是给你压力，真的只是想让你得到锻炼。器重姐，姐这么优秀，反正大家都把我当成闲人好了。喂，找我这个隐形人做什么？怎么了？你不开心啊？这样你也听得出来？那代表我真的很不开心。那你需不需要一个垃圾桶或者出气筒呢？先穿上吧，小心着凉。谢谢。啊，我到底哪里不够好啊？明明就是那个社长眼睛只盯着我姐看，任何话题只找我姐聊，根本理就不理我，害我妈还真以为我没有好好接待人家。那你也不用理他。就像以前我是新手又不靠谱的时候，但是我真的很害怕人家只把我当成不知长进的千金，连发光发亮的机会都没有。你怎么没有发光发亮了？你忘了上次的石井厂商会，你令人刮目相看。如假包换的手腕，才能出众，高明。你忘了我还叫你一声师傅啊？你不说我还真忘了，原来我还是有那么一点小本事。所以喽，你不要妄自菲薄，你在工作上的认真努力是有目共睹、问心无愧的。而且你比大家想象当中的是更认真、更精彩，不用为了这些小事儿而弄得自己生气。你真的很会安慰人。你终于笑了。啊？在我印象当中，逸轩是一个很爱笑的女孩，因为她笑起来很迷人，很温暖。每次只要想到逸轩笑，我就很满足。对了，你还记得上次我们一起出游，我们一起交换苦练的故事吗？当然记得啊，那么悲惨的故事。你的故事该不会有新的进展了吧？进展倒谈不上，只是我决定跟对方表白了。那很好啊，要表白就应该勇敢地去做，我支持你。我要表白的那个人就是你，逸轩，我喜欢你。可以让我喜欢你吗？
这样一直盯着我看，你不会腻吗？多看几眼，晚上才睡得香嘛。说的好像你平常都睡不好。怕你拒绝，好几天都没有睡好觉了。那你今天不要再失眠喽。快起床了，太阳都出来了，你还在睡？喂，赶快起来啊！我有重要事情要宣布。哎，宣布事情发微博就行了，别找我，困得要死，让我再睡会儿。不找你怎么可以啊？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，你怎么可以缺席？我告诉你哦，我谈恋爱了。我觉得这个袖口的绸缎部分最好尽量使用亮色系，那样才有质感。要找这种颜色，这种质地的，你去找一下，再看一下。好的，麻烦你了。哎，段凯，我上次让你准备的那张图呢？好吧。我觉得虽然很有新意，但是不太沉稳，不太适合我们的主题。这个还不错，有没有笔啊？有。我觉得这个我喜欢，红色。我喜欢这个，你看。执行长，有件事情想请你批准。什么事啊？你说。公司的服装设计秀进入了最后的阶段，我觉得每天公司来来往往的人太多，我进行不了创作，所以需要一个清静的地方，想把工作室移到公司外面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可以啊，你想搬到什么地方？都行，只要清静一些的就可以。那就去我原来的工作室吧，那里够清静。那我尽快搬过去，谢谢执行长。不好意思，打扰各位工作。逸轩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探班啊。各位不好意思，我有些私事想跟我姐还有天琪说，麻烦你们让一下好不好？不好意思啊。大家快去准备资料，没有时间了。快点。逸轩，你怎么突然过来了？我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宣布，那就是，天琪，我喜欢你。但是你不要觉得有压力或者有负担，因为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。我以前喜欢你，但是你从来没有把我放在心上，甚至连正眼都没有看过我，所以我的喜欢是一种很苦的暗恋。但一直到最近，我才发现，其实我也是有人珍惜、有人肯定的，甚至还有人把我无心的一句话当作要认真遵守的诺言，让我领悟到，与其偷偷的暗恋一个人，倒不如身边有一个可以一直守护你的人。那个人就是白嘉伟。
所以你来，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些。我还没有说完呢，真正重要的是，我想要告诉你们，我既然都已经放手了，你们三个人是不是也应该要解决一下你们自己复杂的三角关系？渴望爱情的，就应该勇敢地追求幸福。 不该结婚的人就不应该随便乱订婚。还有你，一菲，我都这么诚实地面对我自己，你是不是也应该像我一样？因为在我心里，你根本就不爱康杰，而且你根本就没有忘记天琪。在我眼里，你跟天琪才是真正的一对恋人。你瞎说什么呀？ 搬家啊？是啊，这里面太不适合我，所以想找一个适合的地方。虽然你不怎么上心，但我还是要告诉你，我们订婚的时间、地点通通都已经敲定了。男女主角只要出席就好，什么都不用担心。哼，谢谢你，你真贴心。 看起来你好像并没有打算要取消婚约啊。为什么取消婚约啊？因为呢，从华天琪他最近的表现来看，他应该不会再欺负你了吧？我想他这次应该能够吸取教训了。刚刚叶轩不是也说了，如果你旧情难忘的话，就回到他身边吧。我当然可以做个顺水人情，跟你尽快取消婚约。我觉得是你不需要这场订婚了吧。 我说方逸飞，你少在那边自作聪明了。难道我说错了吗？现在逸轩跟嘉伟在一起，所以啊，你不用订婚圈住我，防止我和华天琪再有什么火花了。那天你和逸轩在办公室的话，我都听见了。当初跟你订婚呢，的确是想逞一下英雄，保护你不受华天琪欺负，也顺便撮合下逸轩和华天琪。本以为我的这个一石二鸟之计还不赖。 谁会知道事情最后变成这个样子？但是计划再怎么变，我也只能坚持原计划了。这什么意思？我说按照原本的约定，如期举行订婚啊。啊？我没听错吧？你没有听错，我是认真的。说实话，你有的时候真的让我看不懂哎。之前你对我们的事一点都不积极。 怎么今天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，态度这么积极啊？就算他华天琪再对你有感觉，他爱的那个人叫方逸飞，不会是你穆小言。要是你要让他再次爱上方逸飞，那你就是在害他。你该不会是害怕华天琪再一次爱上你吧，逸飞？还是说你已经连自己的情感都克制不了，开始对华天琪旧情复燃了呢？ 所以你才会坚持要和我订婚。我看你其实根本就是想用订婚来逃避华天琪，对吧？你说的很好，但是一个都不对。所以你才会那么着急要搬离这间办公室，因为你想要逃避这一切，我没说错吧？你怎么这么固执啊？说什么都不行。其实康杰，别的你根本不用管，你只要帮我这个忙。 好人做到底，明天跟我正常的订婚就可以了。真的很少有人像你这样子会称赞我是个好人，你都这么说了，我当然义不容辞了。你可能用得到的书籍，我就都放在这儿了。 你正好，嗯，没事儿。这个地方吧，虽然没有什么华丽的装潢和现代化的设备，可我觉得只要可以远离那个被执行长监视的办公室，一切都值了。执行长好，您怎么有空过来？我刚好搬了一些事情，路过这里。
我买了一些宵夜，大家可以吃一下。这是张爱玲最喜欢吃的蛋糕，吃点吧。我不是很饿。可是我听说你已经一天没吃饭了。我觉得工作比较重要。我认为这个时候吃饭比工作重要。我觉得我们应该保持点距离。大家辛苦了，可以先回家休息了。谢谢啊。我们走吧，大家辛苦了。带回去吃吧，大家。走吧。我们应该把话讲清楚，我们两个之间只是普通的同事关系。如果之前我表达过什么错误的信息，让你对我造成误解的话，对不起啊。还有就是那天那个吻，其实是很意外的，他就只是个吻。如果你不提这个吻，我都忘了。既然有这样的故事，那最好了。没错。就要订婚了，我不想让我的未婚夫对我造成误解。恭喜你，你来啦！你真好，这么准时来接我啊？这应该的，就怕领导盯着我的未婚妻不放人。那执行长，我可以走了吗？差点忘记了，明天是我跟逸飞订婚的日子。请务必赏光。你看我未婚夫想得多周到，我都忘了这事儿了。我想执行长明天一定抽得出时间的，对吧？我们赶紧走吧，走了，拜拜。虽然我的要求有点过分，不过谢谢你来接我。我都说了要帮你的，怎么可能反悔呢？还好吧？要去医院吗？不用这么麻烦，感冒而已，休息一下就好了。你快走吧。哎，康姐，我打车送你回去吧。走吧，走。从没想到会想念你的好和你的吵和从前的味道，
我不知道我们是否会再遇到，会再一次微笑，我还是戒不掉。听说你已经不再爱搞笑，也开始不再喜欢玩闹，为何你会变得那么骄傲？是我对你不够好，还是我从没发现到？当我看着你的心想要再逃跑，看着你的心里早准备好，当我试着对你更好，没想到你却说不要。我知道所有的问题都是我不好，所有的感情都会浪费掉。我知道能回到最初的拥抱，明天早上10点在百货公司讨论夏之专柜的盛大开幕，11点听取销售部门的简报，接下来有2个小时的空档，刚好是方怡飞的订婚典礼，不知道齐哥、我知道齐哥并不想去，可是身为一个老板，是不是露个脸比较好呢？啊，是，那就直接跳过方一菲的订婚典礼，下午的行程是。啊，好吧，看齐哥已经累了，所以我明天再报告，晚安。我觉得我们应该保持点距离，我们两个之间只是普通的同事关系。明天是我跟逸飞订婚的日子，请务必赏光。你看我未婚夫想得多周到，我都忘了这事儿了。我想执行长明天一定抽得出时间的，对吧？今天化了一个好正式、好浓艳的新娘妆，不为别的，是为了天齐画里的新娘。虽然之前天齐也多次让我当他的模特，不过我终于发现我最喜欢的模特还是今天他画里的新娘。大小姐，大小姐，把这补汤喝了，气色会好，明天上妆啊会更漂亮。谢谢，趁热喝啊，明天你就要订婚了，早点睡吧。方一菲，如果你还在的话，一定会成为华天齐最美的新娘。要跟康杰订婚吗？是啊。可是我觉得现在这个气氛根本不像订婚前，像是离婚后。
这小孩子满嘴胡说八道呀。我是刺激一下姐嘛，又没有别的用意。对了，我跟姐出生那一年，你不是帮我们各准备了一套钻石项链，说是要给我们订婚的时候戴吗？怎么没见你拿出来啊？我给忘了。订婚只要简单就好了，我不需要钻石项链。那怎么可以啊？那么重要的日子，一定要有美丽还有纪念价值的珠宝，那样才可以啊。妈，你赶快拿出来吧。快点拿啊，妈！哎呦，快点啦，妈，拿给姐戴啊，快点啦！这是给你的。哇，好美哦！阿一菲，赶快戴戴看啊。如果你想戴的话，不如你试试。拜托，要跟康杰订婚的人是你，又不是我。妈，帮姐戴吧。帮姐带，快点啦，快快快！快点啦！你戴上好吗？嗯，来，好漂亮啊，我的小逸飞。来，妈妈看看，哇，好漂亮啊！一定是舍不得你嫁出去，所以才那么难过的。不然这样，你赶快去安慰妈妈好不好？妈妈，妈妈，我做噩梦了。逸轩还发着烧，妈妈要照顾他，你找丽雅去好吗？啊，乖。妈妈，妈妈，我得奖状了。看，真厉害，好乖。来，去找丽雅阿姨玩啊。这是我这辈子第一张设计图。这张设计图对于妈来说有可能不成熟，但它是我的心血结晶，我想把它送给妈。这个是逸飞的项链，你刚刚给我戴上的时候，心里想的
一定是他吧。我理解你的感受，谢谢你，舒雨溪。如果没有你的话，我也许一辈子也站不到设计师的舞台上。我曾经以为遇到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不幸，没想到你却救了我妈。我知道有一天我们的缘分会结束，我要以逸飞的身份告诉你，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，不要把自己逼到绝路上去。只想留住最